中国青年报发文呼吁网红和明星为救援让路，一些娱乐明星团队自带救援车辆和船只，但操作不专业，往往一条船救援一条船拍摄，像演戏似的。专业救援团队建议网红明星回到他们熟悉的网络环境，不要在现场帮倒忙。这是在说谁呢？